必须要的。好，还有一个。真好啊！是啊，我昨天在烧一杯水，放在帐篷里。对，哎，这一球。 来，哎呀，像扎着马不住，哎呀，好了 ，OK 了，大功告成。OK， 谢谢 Panda。 这太专业了，你要说以前不是开路边烤串的，我都不信。我看这个是新手，这心态不太稳啊，大哥，怎么有新事啊？和大多数的营地一样。 这个营地也是每年3月1号到10月初这个时间开放，总共有60个可预定的营地，包括16个靠海可以直接走到海边沙滩的营地。这里的设施也比较完善，有水有电，有洗手间。如果拖船过来的话，有固定的地方可以直接下海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营地附近是潜水圣地，当然没有东西是完美的。这个营地最大的问题或者卖点， 就是海豹白天的时候相对安静，但是晚上有时候会决定开派对，声音会比较吵。虽然温哥华周边有海，但是可以在海边露营的地方其实非常少。唐大叔还知道另外一个可以直接在海滩上露营的地方哦，请大家关注和订阅，到时候可以看一看那一期的视频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白石牧马人唐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